有人说唐僧一直爱着女儿国国王，西游记中有九九八十一难，八十难都留给了孙悟空，但唯独女儿国这一难留给了唐僧。小时候觉得女儿国这一关最好过，有点无聊，没有厉害的妖怪，长大以后才知道女儿国这一关是最难过的，自古情关最难过，而这一关过得撕心裂肺，过得肝肠寸断。女儿国国王对唐僧说，你说四大皆空，却紧闭双眼，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不信你两眼空空，不敢睁开眼睛看着我，还说什么四大皆空。唐僧只回了一句阿弥陀佛。唐僧这短短的四个字表达了想爱又不能爱的感觉。面对女儿国国王迟迟的挽留，唐僧临走之前说了一句，若有来生，可有来生。